2023年5月4日，大角星人理事会与光的源头和力量对齐。传导：丹尼尔·斯克兰顿，译者：扬声传导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，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当我们在地球上以物理形式帮助你们所有人时，我们正处于最佳状态。当我们帮助人类时，我们会更加认同源头能量的观点和议程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服务时，我们是一致的。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源头能量流经我们，我们感觉更有活力。你们都可以从帮助地球上的任何人中获得同样的体验，无论他们是人类、植物、动物还是矿物。当你们甚至寻求服务时，你们都在与源头结盟，并获得更多的源头能量。因此，不要因为你们不能做更多的事情，或你们不知道在特定的情况下该做什么而哀叹，从而封锁源头能量的流动。通过继续关注你们想帮助的事时，保持在源头的流动中，并知道你们可以与我们对齐，你们可以与地球母亲对齐，你们也可以与太阳对齐，你们还可以与源头对齐，或者你们可以与任何数量的集体、理事会，甚至是想要帮助的更高维度的个体对齐。你们不必把一切都弄清楚，这就是让你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困惑的原因。有些人甚至在开始追求服务之前就放弃了，因为人类思维的局限性告诉你们，你们只是一个人的局限性和诸如作为一个孤独的人，我怎么能产生我想产生的影响。你们从不孤独，当你们保持你们的欲望和帮助的意图时，你们总是与光的力量更加一致。我们知道你们会抓住每一个机会，采取你们能采取的任何行动，所以我们不担心你们的有效性或你们可以传播光线的范围。我们比几乎所有人类都更了解地球平面是如何工作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。我们可以感知大多数人无法感知的东西，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到你们对人类集体意识的影响，即使你们在睡觉的时候。因此，当我们说你们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取得了这么多进步时，我们请你们信任我们。你们正在与网格能量线贯穿地球母亲的能量一起工作，你们所做的工作是美丽的。你们只需要放下那种认为是你们的行动更强大、更有效的心态，因为这是你们的意识，现在是，一直是，而且永远是你们的意识决定了你们想在地球上做出的改变。我们是大角星人理事会，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2023年5月4日，卯宿星米拉，创造全新的宇宙。传导 Valerie Donner， 译者扬声传导。问候，我是来自昂宿星团高级理事会的米拉，现时仍在地球理事会全职任职。我们赞赏你们的辛勤工作，也赞赏你们所做的出色工作。许多新项目已经开始了，就好像你们已经处于第五维度或更高维度。你们的角色即将发生改变，因为你们正朝着真实的自己和你们要做的事情迈进。你们从未来回来改变地球上现在的时刻，因为你们不喜欢地球上发生的事情。我相信你们可以看到，你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看看地球上发生了什么。因此，现在你们的工作正在充分发挥作用。你们需要向前迈进，更多地展现你们未来的自己。你们需要找回你们的天赋和能力，记住你们是谁。我们很高兴你们能这么做。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美丽、你们的真理、你们的力量、你们的爱和你们的力量。我们对你们了解很多，相信你们在这个名为地球扬声的巨大项目中取得了成功。请记住，
你们不仅在创造一个新地球，而且还参与了共同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。你们几乎不记得你们使命的每一个方面，但当你们向前迈出一步，做得更多时，它就会显露出来。你们将开始看到你们是多么伟大的大师、化身和强大的光之存有。所以相信你们自己，地面部队，我们正准备庆祝你们和你们所有的出色工作。我们和你们一起工作，我们都提高了我们的能力和科技来推进这一行程。地球正在和我们说话，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，我们看到了它所面临的挑战。我们一起做的事情至关重要，我甚至会用紧急这个词，因为现在一切都太不平衡和混乱了，就好像这些项目需要同时完成一样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追随这些必需品中的力量，感受它的存在。请知道，每件事都在做，并且将在正确的神圣时刻完成。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你们的生活。关注你们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，学会解决和疗愈它们，这将解放你们，让你们获得更高的频率、爱和富足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但是我们鼓励你们转移注意力。现在是时候了，回报会很多，庆祝活动将继续，你们的心将是敞开的，为所有已经完成的事情充满幸福和喜悦。亲爱的伊们，看看星星，因为他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，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你们会记住的。你们会清楚而真实地发现为什么你们现在在这个星球上。你们将开始接收到更多来自我们和银河系的讯号，所以请敞开心扉，仰望天空，等待我们将向你们展示的内容。真理就是真理，光明就是光明，光将频率和意识带到一起，将引导你们回家。我是米拉，我怀着极大的爱和感激之情与你们交谈。